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宏修，欢迎收看一礼拜客家新闻插枝。人同人之间的对话，听出有共同的语言。不过，还讲到多语言不同，音乐交流作为情怀的管道。下面是去年同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新的作曲家用客家元素来创作交响曲。著名作曲家林彦真用作品《迷侬之土》得到的音乐总监李小嘉肯定。我来做去欧洲巡回演出的古典曲目，遇到欧洲朋友对作品《迷侬之土》有很加进一步认识，还会飞特别派的体验客家迷侬之旅，邀请外国媒体记者先去到迷侬，用亲自家方式去迷侬体验，来了解客家。安静嘅环境下，我个媒体见识客家美食，健康大白盐。Most prominent one is very loud. It's an oboe, and this loudness is not familiar to European people because it's kind of a signal instrument. But if you get used to it, it has some very interesting colors. This wa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I acquainted the Hakka culture.So I was quite surprised yesterday by the music, and the percussion reminded me a bit of Beijing opera. 讲到客家音乐，都会想到客家白音。音乐唔会受到莫强用方言嘅限制，系同世界交流一定咁嘅方式。所以我哋闽南嘅客家白音，哈，我哋讲有人讲哈，我哋讲有含有生命的音乐。因为谈到那白盐的音乐，吼，都想到啊，有人结婚啦，咁么祭奠的啦，啊拜爷啦，啊开的，所以其实闽南客家白盐，伊跟俺的客家人生命，吼，都连在一起的。虽然都按到客家白盐，不过啲表现方，上辈同下辈嘅白盐，还系有多些位所长。那我因为伊一批好俺的祭奠，所以伊啊上说都唔会讲怪胎。唔好像我哋谈到嘅白盐啦、白干啦，嗬，哇，啲拍嘅按多机嗬，上嘢安尼，亦都该属于安尼该细腻嘅，哦，我哋做我哋讲嘢啦，是类似一种室内乐的那种嘅演出的形式。我们市民来到这边，感觉到这边经常水汽弥漫，就把它叫弥龙，三点水一个阿弥陀佛那个弥，叫弥龙。所以老一辈的人，你就要问他说，你住哪里？哪个弥龙？哦去年呢，我们跟国家音乐团有个合作，就我们委托国家音乐团去呈现十二个作曲家来做客家的音乐。其中呢，有个作曲家叫林彦真，他作过很多迷侬之土。后来国家音乐团还讲，李少佳现场弹到一个十二个作曲家的音乐，伊都结听哈，我带一个阿叔很多迷侬之土哈，我到欧洲哈去巡回演出的时间，我固定演出的客家歌曲。我知道两条曲哈，其实当最短的时间哈是当七只，老两土体只有七只的关系哈，用简单的东西，是当短线是表现出个。了解美浓了不也？特别的猥琐，好厉害，水从柔的演绎。国家交响乐团本来星期日要去欧洲巡回演出，遇到欧洲媒体记者对美浓之土的创作背景有很加深的了解，特别安排一场去美浓拜访的行程。我夜到唔但唱大帮音乐来欣赏高雄美浓的景色，还是参加去采体，实际体验同感受，莫个系客家，还个来认识美浓。这个男的里面是装的，也是可以的。蓝染 ，blue dye。等一下要去做一下。Yeah, 有，我找到了。See how they use this blue kind of dye to make the clothes, and it's very traditional color. 好 ，VV 同嘅全台湾有七十人嘅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前面作曲家林彦真先采了同跟腌菜有关系嘅闽南来做创作主题。因为我从小。
住的台南离这边还蛮近，然后家里的人跟这边有一些官员，然后跟周遭问的，跟一些朋友问说，哎，他们在客家族群里面生活的经验是什么样子呢？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美浓出来的朋友。这个狮子头镇就好比人体的血管，对美浓影响相当多。它不但是灌溉，然后各位看看，这边就是一个生活文化。作品《美浓之头》是用美浓的风土人情做主题，景点狮山太尊、狮形等都是其中一个灵感源头。结合风文，韩国传统音乐，经过西藏的时间，将反省耶稣搞凶哦。我想要讲比较像是生活民间的故事，所以八音里面呢，我采用的有它打击乐器的部分，整个乐曲的中间这一段，它是比较活泼，然后速度快的时候，我有用到。在五个，从此哦啊哦。就算先前林彦真就是参加过客家音乐的编曲，不过也是头一摆结合高雄音乐来创作，面对的一道挑战。因为我想要特别用的是歌谣，是唱歌的声音，所以第一我没有让人一下子听到语言嘛，那再就是说声音它跟乐器毕竟是很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得如何有语言跟歌声的韵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无穷有文化背景的音乐融合起来，看起来可能会有冲突、感动，不过咩可能会有无穷有的效果。传统与现代，这个互相的交集，其实演奏出来的声音咩怪好听。有现代的东西，但是又有安尼传统的东西。其实，今日音乐哈，唔系像现代，其实做的融入我们传统的东西，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听听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全世界检测开来，也报个欧洲确诊的病例数咩更来更多。据说新一代爱去欧洲的巡回演出或战后暂时冇爱去。不过其实家都早就准备好来迎接一场结合客家同西方文化的音乐盛宴。I think they will be very interested because in Europe classical music is seeking for more diversity, and also European composers are trying to mix folk culture, for example, or pop music or whatever with classical music.And so this is interesting as well. So I think they will have an open mind and be prepared to listen. I see some features, but normal people, I think it sounds like for the, concerning the oboe, it sounds a little bit strange, I think. But if you got a composer who translated this via his own music to a Western audience,It could be work, and there could be have another approach to this music, and then perhaps it's the better way than just play it. 大部音乐无国界的力量，爱欧洲地区的朋友，托安怎调的旋律下来认识客家。何必非咩希望撒下来会有客家多样的音乐合作，就会有客家多元看到客家。